男人当兵，蠢是真的这么多？合理的要求其实都是训练，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。好累哦！红短裤是当年我们在关紧闭的时候，所以现在我们去挖人这个。这组的表演，那个新兵中那个感觉，大概就融入在这个短短的音乐里面。你看我当兵的时候还看过那个罗碧玲来闹军。请问这样对我们国力有没有什么影响？当时我们的心情你可想而知。说打就打，说干就干，管他有些流汗。可惜掉，最后他们两个抛枪有没有？抛给拉枪机，然后把你们。其实三叔跟那位大姐就是多余的了。Let's go！ 厉害了，哎，上面的这位，哎呦，欢迎三位不得了，第一位陈伟民先生，伟民哥，哦，直接介绍了，讲到军中的事情，你就是教主了，哥嘛，没有，对不对？不要这样说，大家都当过兵嘛，是是是，你当兵是当什么？我在特种部队。特种部队啊，假的，对，陆军空降特战司令部独立62旅。哇，你这太适合了，因为刚好啊投其所好啊，他自己爱这些，退伍之后你看玩七弹，是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对啊，这个生存游戏你都玩，我动不动就被制作单位要求穿自己的军服上节目。哎呦，其实我每次看我自己衣柜，我的衣柜一半是军服，一半是我们的便服，我就觉得你到底是军人还是艺人？你都开始当职业军人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特种部队它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条件？非正规作战，比方说一般的步兵，我们就是协同作战嘛。是。比方说我们特种部队就有城镇作战，是是是，山地作战，哦，四种地形作战，山地作战，山地作战，就是去到山地呢，哎呀，我哇塞，你呀，哇塞，你呀，蓝呀蓝，你你你，哎，对对对，第二一位应该就是民权东路丧葬乐队代表，王志平老师。看过那个军官与绅士，是是，哦哦，军官与绅士，海军，对，海军，哦，帅耶，海军的飞行部队是美军里面最优秀的，最优秀的，对对，海洋部队，嗯，杨曼，这是特别辛苦的，海洋部队就海军，也没有讲错啊，宪哥讲的也没有讲错，还这样讲，好像我是渔民哎，蛮专业的，当然这是山地部队，这海洋部队，对对吗？海陆全，蛮有道理，蛮有道理，这位穿这个傻傻样子，是教官这边，教官好。抽烟了，他没有抽烟，是教官，不是教官，他在楼下收了你两位的快递啊，请你们签收。好好好，好好一个宪兵被工作人员借的，好像大楼警卫。对，教官啊，问说需要什么样的条件？是是，身家三代清白，长相清秀，身高起码175以上。好，当时那长相清秀这一关你应该就过不了了。所以还好前面没有，我们圈内也有很多人都是宪兵的，哦，都是长相清秀，有谁？好，比如说，许孝顺顺哥，这个还有，长相清秀，也是哦，康康康哥，是是是，然后白云哥，白云哥，白云也是，诺诺哥，都是我们宪兵，都宪兵，对啊，那个许孝顺在当宪兵最惨，哎，我们当兵最讨厌宪兵，宪兵讨厌谁？很讨厌 MP 嘛。魔幻力量 Military Police， 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你看这老师还英文真的，我们最近啊这个三立华剧现在有个八点档军官情人，我有哎呀，这个就厉害了，而且我们寇哥回来了，寇世勋的戏那太可怕了，戏精嘛，他一站在那边都是戏，哦，那他这一次很特别，哎，他演一个新兵，哎呦，什么寇哥演新兵？不是吧，演新兵？哦，您怎么样说服大家？那谁演班长？你告诉我，蒋光超吗？对，他来演啦！哇嘛，这是他当然演军官，对，然后军官情人里面这个戏很好看，所以我们特别想军官情人再来看综艺大热门，太棒了，接着看，接着看，接着看，好吧。我们现在呢有几组呢？这个菜皮巴的这个很菜，菜到非常菜的菜菜兵，他们要出来跟大家致敬。是是，一起来欢迎曾志豪、魏于佑。兄弟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
么？宪哥好，宪哥好，哦，宪哥好。你们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闭完就要我们要出来，皇后。啊，你要给我们口令呢？开始放温。这个是尾鱼啊，对对对，它不是尾鱼，不是母的吗？怎么会有公的？也有公的啦，尾鱼，黑尾鱼，黑尾鱼。另外一个女生不是也叫尾鱼？也叫尾鱼，尾鱼啊，那国光女神尾鱼啊，我先叫的，叫有鱼，我先叫，我先叫，可是不重要，它比较正啊。先叫先，对了，是没错，这样讲没错。人家是女志豪，当兵是在新训的金六节啊，金六节哦，宜兰，你是当驾驶兵啊？我当对驾驶，哦，当一年，那会去是你的长官是什么官阶？最起码都是中尉、哦、你不是专任的，不是不是所谓将官车、哦、到处开哦，我们等于就是执行任务，然后什么长官来我就载他这样子哦，所以你从头到尾只要一直开车就好了，对啊对啊，也是算爽爽兵耶，来来两位好好表演一下，先感受一下当兵的这个氛围 好不好，来来这一首歌叫做报告班长我很菜，好厉害了，掌声给他鼓励，欢迎两位菜逼吧，要怎么诠释菜虫掉满地的新训生活呢？哎，集合啊！涣散啊，你们！集合！注意，五分钟以后，你接场，接完毕，上去以后，开始移动，上去！快快快！换啊！现在头痛不得了，好，我管你睡好没睡好，给你给你整得好。最后分数以上，不到连长，最后一小分，上海报告班长。摸鱼摸到大白鲨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搞。报告班长，打靶声音太大，现在你去扫厕所，棉花塞着耳朵当把柄，保证让你不害怕。报告班长，少站姿不保，无碍障碍，没有力气狂。训练真人真人事，什么事都办得到。给你不力当武器，给你方便当随便，给你轻松当放松，给你脸你不要脸。到了这里，你会成为顶天立地的大男孩。离开这里，你会成为身手独立的大男人。到了这里，你会成为顶天立地的大男孩。离开这里，你会成为身手独立的大男人。我听了这个歌啊，真的是稀有戚戚焉。对，哈林，因为这首歌是我编的，是我跟哈林一起做的。真的吗？对，三十年见到本人了，三十年前这首歌太棒。那个时候是那个导演叫金什么？金鳌勋导演。对，那个时候我们每天每夜我们在金鳌勋大导演刚好是我学长，对对对对对，他已经离开人世了。对，我很久没听过这个歌，所以刚刚一听呢，其实不是回忆，唤起我军中的回忆，是唤起我跟哈林我们在做这首歌。志平老师眼眶都泛泪，他当年呢、啊、算是难得有人呢、啊、在国语歌坛里面唱这种 rap 第一首，第一个先驱、啊。来，报告教官。不是，刚刚他们那个，我看那后面那两个老师还比较累，嗯，他们前面还好哎。Hello， 那是伴舞好吗？对啊，你能不能认真看他们？两个老师还比较累，可是我刚刚看，因为看到志豪，越看他长得越像他爸爸。哦，那么是吗？我们刚是在聊说志豪长得像小猪，越老会越像罗志祥。哦呦，哎，你跳起来的时候有点小猪的，真的真的吗？对，因为一动的话看不清楚，会糊掉，所以你越动越快会越像，对，就尽量越模糊越像，对对对，不要太清楚，加速。来来来来，其实应该要换女的尾鱼来嘛。啊，对啊，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一组的表演，其实我认为编得很棒。变得不错，因为他把那个新兵中心那个感觉大概就融入在这个短短的音乐里面，对对对对，你会回忆到那样的画面。对，班长其实有些是有点歇斯底里，对，是有些班长没有一个是正常的。我有听说过，压力很大，太恐怖了、哦。就是因为他不正常才去当班长。没有，其实班长也都是被抄过来，搞不好班长原来是正常，他被抄了以后他也变得不正常，就变得抽媳妇儿好不容易熬成婆，所以他心态上也要抄你们训练。对对，我有听过，不平衡。因为我之前就是我还没当兵。所以很多就是哥哥会跟我讲说，当兵会遇到一些班长，先吓你们。然后我就说，哎，他说你有没有听过七龙珠？我说哇，七龙珠三个愿望。对对 对, 對，我说哇，这么好还可以许愿。他说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他是当海巡的，他就会叫你拿七颗石头，
然后解好编号，然后就把往那个海滩一丢啊，你要去找出来。啊，就这样。七龙珠，对对对，有这一回事。这样抄啊，这样抄。那你当兵的时候有遇过神经病？我遇过那种班长是很奇怪，他是。就是台面上、台面下非常分、非常分得很清楚的一个人，那常常因为会早点名，公私分明嘛。对，早点名，然后我就很怕会迟到或睡过头，所以我睡觉的时候我都全副武装睡觉啊，可以这样啊，可以这样，全身迷彩，其实是不行的，其实不行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折棉被的问题，哦，好好，有人就是很跟，因为你折的比较好，他看不顺眼，他就把你棉被打到软掉，哦，就要重弄，还要喷水。哎，那你该不会就不盖棉被，你就直接折？对啊，没有豆腐放在旁边，对，我就放在旁边，然后就是拿衣服披着就好，合理。的要求，合理的要求其实都是不行，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。哦，来来来，特种部队，你们那个操得更凶。这个机车班长，我觉得每一个当班长，像这个志平老师讲，每一个当了班长的人哦，都是变态了。哇，超怪，他本来都是一个正常的，在出了营区都是斯文人，到了部队以后，他脏话连篇。对，如果当了班长，其实就会变态。我碰过好几个变态。有一天早上，我们在龙潭，早上很冷，龙潭高尔夫球场旁边。对对对对。早上起来呢，旁边有那个直升机也都在那边。对对对对，黄立达，对对对对。那我们当时碰到一个班长，就是因为大家都新兵，冬天很冷，就穿了一个短袖，然后一个操作服跑步。我们特种部队规定是早上跑10000公尺，一万哦，十公里，对，天而已。好了，那天早上起来呢，就跑完10公里以后，那个班长，我永远记得这个班长哦，他是步四营43连的班长，姓金，他还是金门人，金，个子高高瘦瘦，金门人的金先生啊，对，金门的金先生，金门的金先生，就这么巧，体力非常好。我们跑完下来，他看着我们说：“哎呦。”你们这一批新兵体力很屌哦，身上都没有流汗，因为一直都没湿。哎呦，很屌！来来来，部队向右转，跑步走，就再跑，再跑一次。后来偷偷里我们跑了十，那就10万公里了。对，10万公里，100公里，等于从台北跑到新竹左右，新竹左右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是 K 校友，真的吗？是两个马拉松哎，是算错还是真的？对呀，没有，我们行军，我们国光二号演习，我们从龙潭行军到潮平作战分区，就是屏东的大武乡，我们花了三天就走到了，全副武装三天走完。好，那么这一段的表演相当普通，谢谢两位，好吧。请坐，谢谢。哦，正妹来了，有了，正妹来了，有的。苏子成、博言、李佑成，哟。厉害了，等于有3位是实景，有4位是布景的了啊。4位也厉害了，整个心情好起来，太好了，对对，好太多了，这样就对了。对啊，这个部队里面如果穿上不是疯掉了？对啊，会有还有办法再继续当兵吗？对啊，很难呐。这里还有可妹，有没有看到？没有，我会觉得这样子我们的战斗意志会非常的高啊。真的吗 ？OK 的，那个老师讲话，可妹坐那个老师旁边来。这哎。女兵带伤初级，宪哥竟公然打情骂俏。在我们的肩上。完美嘛，直接把冠军颁给他们就好。曾有交过男朋友，兵变嘛，兵变。那他说啊，我要去当兵了，最后一次。什么？哎呀！你打了我，我要打你一枪。就是干嘛？表演那么烂，还在喊什么？